百年的时候是39件，101年的时候是12件，好不容易有下来，以后102年后又升上去变412件，103年后又变670件，到了104年后就变成4000多件。然后我们看到了电子烟的精油30毫升就是200支烟了。那我们的亚乐多有谁知道是多少？100毫升。那它都还没有到100，你看200支烟，那我换算成亚乐多不就多少？多少支烟？大概是6。然后电子烟的精油里面还有尼古丁，然后我讲到尼古丁是什么，还有安非他命、大麻和吗啡。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嘛都是毒品的一种，懂吗？要知道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是我们是从一个研究这个里面接下来的。假如有10根电子烟放在这里，100%就是几乎全部都含有甲醛。甲醛呢，就是会造成恶心、呕吐、咳嗽等等的症状。它们其实是帮助戒烟的一个工程。比如像说，我们把平常吸到总烟、一般的烟，就是一个旧玩具。那电子烟就是一个新的玩具。那如果爸妈买给你新的玩具，你就先玩旧还是新的？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不会再吸旧的。就会先吸电子烟，所以他们就会导致沉迷上瘾，就不会再吸旧的一般的烟。啊，谢谢大家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是麻烦大家写一下学习单这样，然后学习单的大家看一下学习单的第二题那个电子烟的精油的牌子，我们已经划掉了。